最后抓到了等于经验上还有点比较没有那么足够的郭天信啊，所以形成了一个再见牵制。哇，这个球一开赛林立就扫出一支左半边的长打。林立的状况真的是很好的。对，昨天的比赛林立是5-0啊，所以终止了开季连续8场安打这样的状况。这球点下去，刚龙赶快下球，程进完成了一个成功的牺牲触击。是，这个位置点得很刁钻哦，点得很好，你太快就有出问题。这球有点挤到，不过被挤成了一支安打。所以乐天在一局上半就首开纪录，林立奔回本垒，比数是1-0。变速球在比较高的位置哦，对，完全是挤压到了，其实击球点不是抓得很好，难度点却很好。